你没有什么想要问我的吗？如果你不想说的话，我就不问。他好像不一样了。喂，冰清，你还好吗？这苏冰清这个小贱人果然克我，一见到他就开始倒霉。哎呦，这都能迷路。医生说都是内伤，让我好好休养。我要是不给你打这通电话，你都要把我忘了吧？对不起，我最近事情有点多，没顾得上看你。没事的，我想帮你。努力吧。说了点噎的，还是不是很舒服。麻烦你了。我这身体还得多休息几天。顾老师，你别这么客气，你都是因为我才……哎，你没事吧？